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有什么区别？科学表明，那些更多选择植物蛋白的人，一般比摄入大量动物蛋白的人更加健康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植物蛋白中含有的热量比较低，而膳食纤维比较多，还提供了植物营养素。动物蛋白则含有更高的热量和更多的饱和脂肪，而这些都是我们在饮食中想要减少摄入的。